刘敏勋，然后还有这个曾子恩是8.54，好，算是前段班了，目前是有第三名。再看到洪玉祥，哦，这个正踢腿，对，基本功，但是后面的还是要稳住。小朋友有些基本动作没有体会这么深啊，毕竟他们也才刚开始接触棍术，所以像一些搓啦或者是崩啊这些比较需要技巧性的一些使用棍的一些方法，还没有掌握的这么好，不太了解攻防含义，所以就只是动作有基本功出来就很棒。他也是你的学弟哈，对，玉祥，洪玉祥，8.09分，也是不错的分数。